没有。 No, it's first time, yes. 参加过前两次，对拉面比较感兴趣吧。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面条的。我觉得这次很劣势，因为第一轮比赛就是拉面，因为之前没怎么接触过拉面，觉得可能第一轮可能就要被淘汰。尽力吧，因为100米听上去有点恐怖。take this, because I want to eat ramen. That's why here. 因为前几次都参加过吧，然后这次继续来挑战一下。没有什么优势，大家都是公平的、平等的。意料之中吧，因为这次也算是做足了准备过来的，也就是冲着冠军过来的。那之前参加过类似的比赛呢，成绩如何呢？上一次的话惜败吧，因为只差了几个拿的是亚军，不过也挺开心的那一次。足足备战了一年，那这一年当中你都经历过什么呢？这一年一直健身吃健身吃，然后怎么说呢，身材也好了，胃口又大了，不错。好，那你觉得这100米拉面的味道如何？很好吃，反正就只管吃了。那你是总的来说还是很好的，很好吃。